1分30秒，也差太多了吧。Y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欢迎回到今天再度回来我们的王牌竞速。我刚刚呢得到了这一台车子的租载券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开这一台看看，没有开过，感觉这个应该还蛮快的吧。另外，我刚刚本来哦想要来氪一下 GT 啊，但想说哇塞，要氪到800要花多少钱呢？真的超级不容易的，所以还是算了。GTR 真的太贵了，不然想说如果有一台 GTR 应该跑起来更棒吧。我们现在加一下好友的部分吧，等一下呢也是跟观众来 PK 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应该想说来再努力的比一下排位赛的部分，这边都先给他加一加，全部加完哦，好友257个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谢谢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比赛吧。哇，现在要多了一些新的呢，俱乐部对抗赛。目前我实在没有组俱乐部啦，然后这边还有驾照考试，其实驾照考试我都还没有去考过。有人说 S 级超难考了，之后我们再考考看啊。那我们就先来练习赛吧，看看今天有什么赛道，玩那个没玩过的好了。英姿三口，哎，这个没玩过，我们来邀一下其他人吧。我们遇到了第一位观众是莫，然后第二个是 Marcus YEUNG， 准备吧。我们这边一个人开 ID 啊，我开 Infinity， 哦，有神剑号，太好了，期待我们精妙的配合。来了新赛道哎，但是我这台都没有改过，不晓得跑起来好不好跑。Let's go， 很流线哎哦。其实我觉得我这台有点像法拉利的那种车子，你们觉得？喷啊！不喷。哎呦哎呦，神剑号果然就是不同啊！一开场就跑到第一名了。马卡斯干扰位目前来到第三名，帅帅帅帅帅帅！哎哎哎，不要撞自己人啊！千万不要撞自己人！哎呦哎呦，哎哎，有人超过，有人超过，放大绝啊！这台大绝是啥鬼？一直冲吗？真的是一直冲哎、欸！冲啊！漏喷，我们就要喷，能够甩我们就要甩，就是这样子就对了。哎呦，对的，已经快要追上我了。这也不小心应该摔下去哦。OK OK OK， 有观众说啊，其实这个游戏用手机玩比较好玩。可说实在的，我很少用手机玩游戏，所以我觉得手机在哪都不是很习惯，就是了。糟糕，被人家超越了啊 ！Jesus， 他掉下去，还在死撑，太猛了吧？还好他掉下去哦，不然我就输了。哎，我要放大绝，大绝冲！不要啊，不要 DNF 啊！2-1 ，yes， 压秒，太棒啦！哦，好强哦 ，VP 好强哦！我听人家说，如果你想要开辅助车的话，可以来买这个赛季会员哦。这一台呢，据说是辅助车里面最好开的，而且在传说级的。毕竟我现在没有传说级，不如我们就来买一个看看啦，好不好？330块，然后可以直接升60级，又有一台车，买啦！会不会买了也不好开呢？就完蛋了！耶、yeah! ，有了，我有黑金会员了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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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多礼品等着我们！有帽子，哇，这应该超级多吧？哎呀，有帅衣服了！我要看车子，催化剂，其实它看起来有点像550的感觉呢，对不对？我们稍微把车子来升一升吧。哎，又一台哦，又一台车子哦，火箭虎哎！哎呀，不错呢哈，不错呢。我们来把车子换掉哦，这一台换起来，哇，我终于有传说级的了。然后晶片给它配一配，一键装配哦，车辆升级这是一定要的啦。一级，哇，没了，确认兑换。二级，哇，好啦，那我们换了新服装，走吧，再来尬一场吧啊！真情布丁还有微微，走吧。哇，对方也是神剑号火箭虎，我今天新车不能输，好不好 ？Let's go， perfect！ 我有对方那台真快啊！哎，这个也太弯了吧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快，辅助！这辅助是干嘛的呢？辅助大家变快吗？哎，真的蛮好开的呢。我觉得辅助的车就是这样，很不一样。是啦，不用怕了。这场稳稳妥妥的，不过基本上好像开辅助车都是第三名居多，因为毕竟我们的车呢本来就不是开很快的，他们都是竞速位的，所以比较快一点。OK， 第二圈就比较顺一点点的啦。这关不错呢，很有台北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种交流道、高速公路、城市的 feel，
辅助辅助，冲啊！哦，这边好多可以吃加速的，哎，我追到前面的了，冲冲冲冲！我不要 DNF 啊，拜托啊，我机会啊，我要没有到终点了，哭哭。所以啊 ，MVP， 我终于又当回 MVP 情人了，赞赞！夏老板打电话来了，还记得我吗？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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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要干嘛？叫我前往速度节街头车神哦，哦，然后可以拿到这些奖励就对了。我们等下再去街头车神吧，我们先再来一场练习赛，好不好？看还哪个没玩过的，来一个这个好了，海边的啦，海边的。第三场我们要到的是葵葵跟彩彩还有信卡遇上火箭狐奥斯顿马丁，奥斯顿马丁 ，3, 2, 1, let's go。冲啊！这关我记得之前好像玩过，不算难的关卡，算是简单的那种的。喷喷喷喷喷！哎呦，辅助的辅助的辅助！哎，为什么我会辅助他？那我本身靠近他们就会辅助、哦。玩氪金车就是有比较好的优点哦。来辅助！哦，真的呢，我会弄出一个晃晃的光这样子哎。冲啊，弟兄们，一起来看牌啦！我觉得这场赢得超级没压力，看来我比较适合当这种辅助位的，竞速位我比较没办法。冲，信卡冲！原来火箭我是这样。我们等一下这一个玩完，我们就来玩一下那个刚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场地的，忘记了，可以拿到一些东西了。耶、yeah! ！买新车就是不一样，帅啊！谢谢，又再度拿了 MVP。这种感觉就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玩这个街头车神，这个应该算是那种记录比赛的啦，所以第一名是他，1分05秒开神箭套，有没有人开我这台的呢？似乎没有，不过也有人开 GT 啊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挑战看看吧，应该是只有一个人吧，对不对？通天大道，这个好像之前有玩过，玻璃桥那一个对吧？准备啦 ，Let's go！ 哎，真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，记录赛就对了啦，冲冲冲冲冲！能够冲就要冲，我有 S 型弯道啊！大回转，大回转，大回转！哎、欸，你看我自己会加速、欸，哎，酷啊！说实在的，要快就是要氪台币车，对不对？这游戏不赚钱要干嘛呢？是不是哈？大回转！哎、欸，这里好美哦、喔，有一种来到那种户外山区在观光的感觉。啊，有捷径，我没吃到，我没吃到捷径，可恶！1分05秒怎么可能啊？那么快！冲冲冲冲啊！1分05秒已经超过了。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下，在好友之中呢，我可以排上第几名的车位？快快快啊！1分16秒了，也差太多了吧？应该是到终点了。真想换一台 GTR 来试试看，听说 GTR 的绝招是蛮屌的。终点1分30秒，也差太多了吧？我们来看一下名次，哇，好强哦！我好后面哦 ，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我起码还赢两个，好不好？起码赢两个，哎、欸，所以还可以看自己的回放哦。我来看一下第一名的回放是长怎么样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，居然可以看人家跑的路线哎！哇哇哇哇哇哇！暴力跑法，哎、欸，他是一直甩，一直喷，一直甩，一直喷哎。而且整个轮框都有那种火花出来，特效出来。因为人家高手在跑是这样子跑的，哇，好强哦！难怪可以1分多钟就跑完了。好了，非常值得我们探讨，再努力练练吧。OK， 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王牌竞速就先玩到这边了。非常感谢大家加我好友，我也会努力再继续的玩下去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系列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就下次王牌竞速再一起来尬掐了，拜拜。